all you goobers, it's time to say howdy to your favorite undersea peanut, Goofy Goober! Yeah!大家好，这是怎么做一个盐田宁早饭。从冰箱里面拿出草莓和牛奶，把你的草莓和牛奶放到你的 长长的棕色的桌子上面，你需要一点牛奶，一点巧克力，一点水，一个饭蛋糕， 一点鱼肉，两个饼干，两个草莓，三双筷子，一把刀子，一个叉子和一个勺子。 嗯，我的巧克力香是很好。 你的巧克力牛奶很好看，你做的很好。你也需要一点别的牛奶，所以把你的牛奶和一个杯，和把牛奶倒在杯里面，把你的草莓和一直吸了5秒钟。 5、4、3、2、1，很干净，我不喜欢脏脏的草莓。然后把你的草莓和放在碗里。 然后把你的鱼肉和椰放在碗里，然后把你的刀子和搅拌了，很好。秘书，给我我的水，我很渴。 你的水在桌子上，在你的前面。哦，谢谢。然后把你的两个饼干盒放在鱼肉草莓的上面，也把你的 巧克力牛奶和倒在里面。
很好看。哦，我的巧克力牛奶弄到我的桌子上。哦，我需要洗了我的桌子。拿起来你的纸和放到你的巧克力牛奶上面。现在赶紧把你的饭蛋糕和放在牛奶里面。你的饭蛋糕需要一点牛奶。你也可以把蛋糕切成片，放到你的牛奶蛋糕在你的碗里，用你的勺子和做了燕天宁的早饭，很好。现在放在你的碗在你的 microwave 的里面，做了30秒，做了。哦，现在只有3秒，3、2、1，很好。拿起来你的燕天宁的早饭。哦，今天的燕天宁的早饭是一个很好看的香蕉。然后你可以去吃了。我工作多天，我现在可以吃了，很好。很好吃。如果你的脸很脏，和你想要是一个干净的男孩，你可以洗了在厕所里面。看到我。现在很干净。再见。I'm Goofy Goober!